你两个今日入门，要记住本门嘅训示，学武要正宗，行事要正直，为人要正心。知道啦，师傅。咏春嘅精髓在于追影不追守，重心不重眼。一场兄弟，话你知，我希望将来可以开武馆，将咏春发扬光大。好啊，为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哋咏春有几犀利。咏春啦，咏春边系咁样高脚噶？你边度学嘅？我系学咏春嘅，但系唔知系唔系正宗，有冇兴趣玩到下？变化咗嘅咏春变得更加灵活，一招多用，招招实用。我仲未知道你叫咩名。我叫张永成。咁我就贴你个名上去，张永成。咁你咪日日都打我咯！你嘅所有嘅招式都系乱咁作出嚟嘅，睇下你出边学啲破门阻道究竟有几犀利！